哎，竟给的废物啊！王爷，Hello，哎，Hello，你会不会是把时间到了？我这么大，绝对好人。OK，OK，保护好自己。谁？我去。Hello。哎，铜鹿往左边走了，铜鹿往左边走了。我保你，我保你不死，你是狼，啥意思啊？哎呀，什么意思？我直接点票猪猪公主了，猪猪公主到了轰轰，我是秒刀秒拍，对不对？我好带，我还是好带，我直接挂票。哎呀，姐，我觉得先别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猪猪公主那反应。他也是像个好人，至于是什么，对吧，姐？你想一下，能这么快，对吧？你想一下，我真他真是感觉像个好人，你俩都是好人，那咋办吧？我在下面啊，看着呢，过。我这把就碰到一个，一个大强，然后他是从那个，电梯室直接往右边走的。然后其他的信息就没有了。一开始也有碰到秀才哥，秀才哥第一时间往饭堂赶，急匆匆的样子不是很像狼。我过。听一下猪猪咋说吧。我能保秀才同猪，他俩不开刀，我们三个搁那电击室那边呢。还有朱大强吧？啊，有过。恩姐这一刀我铁信，为什么呢？叔叔铁坏坏，好吧，复活我在饭堂的时候和拉奇是一起复活的，然后拉奇说哎再见了朋友们，是不是拉奇我也能认好，然后我就走到那个娱乐室门口的下面的那个位置，猪先是站在上面，这时候耗子和叔叔来了，那个叔叔死命的贴着我，哎，我说为什么要贴我啊，反正感觉想刀我的感觉，好吧，反正恩姐知道我能了，那就听一下猪猪怎么说啊，过。拉起发言，我出去巡逻了，在路上遇到了猴哥跟大强，他俩感觉挺有默契的，他俩在那里面对面居然没倒牌，然后呢我看到了在电机室、电机室好像有一个铜珠是在电机室里面往发动机那边走，然后呢他应该有路过那个大强。但就我就觉得同珠走位有点奇怪，我想吃零食，我不想吃面包，出来去发动机，我感觉他像在电梯室里面做了任务，但不确定。那其他信息没有了，布布跟十八级在饭堂，然后都没倒牌，那能认得他们两个过。拉起出去后，十八级是跟着出去的，猴哥也跟着出去。那十八级在我这，他聊得不好，他有低身份的嫌疑，在我这看来，然后。西恩动着刀我没看见，那王爷的身份王爷的身位的王爷应该能看得见，我还想听一下王爷说一下那边的现场情况，但我这里反正西恩这刀不知道认不认啊，不西恩这刀不知道认不认，但是我想踩十八贼，王爷听王爷说一下。好的，猪猪公主发言，西恩这刀可以认，而且我是一名好刀，我为什么要刀轰轰，轰轰说时间到了傻瓜，我作为一名爱轰，他居然叫我傻瓜，我那个时候心中我已经就是存在一种一定要杀他的决心了，所以说西恩杀了苏苏之后我立马把轰轰杀了啊，过。西恩在我这边一定是铁好，因为当时西恩是跟我在一块，在六角桌的那右边，他跟我贴在一块的，如果他是狼的话完全就可以把我刀了，对吧，他不选择到我，他是从我身边走开跑到右边把苏苏给刀了，好吧，猪猪这把刀应该也是好刀，所以你们好人不要互踩，好吧，后面再盘下吧，如果是盘不出来的话，我个人感觉最保险的可弃票，好吧，我这边过。啊，那我说一下我的行动路线啊，我出生在那个发电机室，我刚往那个娱乐室走的时候，那路上就碰见那个铜珠，然后跟我反方向走，然后又碰见孙悟空还有王拉奇还有秀才哥他们四个人，当时我有点害怕，所以我往下移了一下，现在正站在娱乐什么医疗室门口，但是好像这几个人都没有想刀我，我们几个人都很慌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弃票过。那我就要提供一个信息了，猪猪，我跟你一换一，我也是好刀，如果说先反正我也是好的，好吧，所以我踩死猪猪，你们不知道投谁不要弃票，我跟你一换一，好吧，我这边直接投猪猪公主了。
我一个人在那个保安室做一个任务，一个什么三个颜色，然后往下拉，往上拉的那个任务。啊，但三把好刀也是有可能的。哎，听秀才，乖秀才，这个为难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好吧？那你要这么盘呀？你都认纤维铁好了的话，耗子，然后先去采铜，猪猪，然后耗子说去保了猪猪，那也就是说，其实你要打共编的话，只能是耗子跟猪猪共编。但是我又觉得耗子发言挺好的，所以说我觉得猪猪有可能是好人啊，对不对？先弃票呗，反正好人多，对是不对？哇，不能是好人。三把好刀，猪猪好不了一点。你自己看见，如果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猪猪，如果你是好人，你会被狼冲出去的。我告诉你，因为三个人点了你，我点他了，那我就是坏坏。我点他，马妹点，西恩点了，他铁坏他。那秀才不也他队友吗？你是警长，我是跟你说，我觉得耗子应该是好人，耗子发言挺好的，秀才也不那么好。我跟西。好的，我是好的。我是好人，我申请的是弃票啊。秀才哥不，你什么什么？我坏人。好。猪猪，我刀的耗子为秃鹫，想吃一口。但是这把如果没有人交电话，我还是想出耗子过。我警长。哎，呀，吃一口嘛，吃一口吧。弃票，弃票。啊、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是不是多倒了一个？哎，我记性不太好了，是不是多倒了一个？嗯，其他没有了。猪猪，我刚听的就不是很像好人，他那个一般当狼变不出来啥，他就说爱轰黑轰的。我知道他肯定是黑轰，只不过他装的。所以为什么他把爱红搬出来说就是在撒谎？我是爱红，我是爱红，我是爱红。你觉得你铁不是？没关系，为了配合你工作，我承认你是，我承认你是啊，我过了，我去。那这轮投谁呀？那投秀才吧。那秀才上轮在最后一个位置保的猪猪啊，对不对呀？铜，要不投铜猪？为啥呢？因为铜猪连人都不跟我盘了，现在一般他不盘人，他就在这胡扯八扯的，他铁狼不行，我们把铜猪给偷了，过。我觉得也可以出秀才哥啊，哥和十八是不是在啊？然后他去了饭堂，然后我看着西恩追着耗子，我就跟着西恩他们方向去了，结果去到那个保安室里面，一个猪站在里面大声的说关灯关灯，我说啊关灯，这个时候西恩过去给他嘎了，那么西恩铁好，然后猪猪刚好说漏嘴了，关灯关灯被我听到了，那我觉得我想出秀才哥，然后哦瓦妹可以归票，瓦妹你能归，嗯过，瓦妹可以归票啊 ，EBZ 我刀的，他在我这铁坏，也不用盘，我也带好刀，我是好刀，然后在我这孙悟空也不好啊。秀才哥，我不知道他刚刚上一把，因为上一把他虽然保了猪猪，我哪不好了？但孙悟空，你这次要把票归在铜猪，孙悟空铁坏，但瓦妹归这个票过了。我哪不好了呢？王爷这边发现，在上一轮的时候，瓦妹已经认自己是认自己是带刀的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在这一轮，你直接帮瓦妹穿一手，怎么说？想做高自己身份，对不对？那先不管嘛，反正瓦妹在我这边一定是认铁好的，好吧 ？EBZ 是反正我这边是亲眼看到的，你帮他穿身份，上一轮瓦妹都认刀了，对吧？你穿什么身份？有啥好穿的？啊，我这边过。啊，我也挺懵了，我也都杀到这个份儿，怎么还剩三把刀呢？那个我觉得可以出韭菜哥呀，因为第一轮我就说想试一下，我说要有刀要不要试一下韭菜哥，因为他那个发言感觉，反正听感不是很好，我只能这么多说。我想先点韭菜，但是听瓦妹归票挂，那就点他吧。我归票的话，我会归耗子，因为西恩这波拍警人，而且西恩是以警长的身份，我们都认了。他既然点了耗子，
那么我归我肯定是听西恩的，我会归耗子。秀才的话我们可以进去再盘，然后我替步步步说句话，因为十八 Z 当时是步步步跟我说十八 Z 十八 Z 他有嫌疑，然后他叫我刀，我才刀的，所以步步步我这边是能认好的。嗯，替大家解释一下，那我这边我是会听我大哥的，好吧，我归耗子。好，以我多年的经验，首先我要对李仔再说句话，你就是活菩萨。嗯，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我托梦给你，我感谢你好不好啊？然后呢等一下西恩肯定回来刀我，但我真的是好人。为什么我说要弃票？因为我觉得好人多，那我们弃票胜率就大，万一出错了就不好了，对是不对？他好诚恳。哥，我不会刀你，你怎么没投票？我会去刀朱大强，因为他打你。我跟你说，他这话题问题太大了。我与秀才的恩怨早就很多年了，猴哥应该也可以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天哪，这也能刀上？你才是那个坏人！我对天发誓，我铁好，我对我的灯。那我给你报我的身份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对我的灯发誓，我直接看着我的灯，我说我铁好。来来来，完了，灯灭了，灯没了，灯没了，我站不动，灯没了，我不动，我不动，灯没了，我靠！我要摁啊，我要摁。灯发誓，灯没了。给他加油，说是，出朱大强。他把步步刀了，出他！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是朱大强，幸好你跑得快啊！这个灯关的真好，不然你也死了。过，我以为，哦，行吧，我在那加油加油，我跟在步步后面也在喊加油。哎你，哎行吧，哎我过。谁关的灯？我说我对灯发誓。我爹好，谁给我来了个关灯，搞我难看啊！再留个头朱大强，我过。我跟你说，这一把要不投猴哥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管，我要投猴哥。孙悟空跟我说，我挺好，我对灯反正啪，你把灯就裂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肯定投猴哥。对呀，投猴哥。那就点猴哥。刀灭灯裂灭了，投我有什么用？那就点猴哥。投我有什么用？点猴哥。我投猴大强，面刀不投朱大强，投我。我跟你说，都没有反应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对灯发现，啪，灯就灭了。这是天的旨意，猴哥，天的旨意。分手，猴哥，分手，你先走一步。哎呀，你这里这个发什么事啊？又不是老人，你说这。这一针把子都没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面子。猪猪关的灯啊！我关呢，猴哥。不笑，没关系，我是爱猴。好的，爱猴。这太爱猴，这都要给他送走。好的，猴哥，这个真是老天都看不下去了，真的。哎，太难了，应该上来就分手。